知。你咩你啦？爸，爸你咩你？我冇咩睇你啦。爸，你今天过来啦？爸，什么命案？把他们带来我 pick up， 我们虎将。我知心内真会怨恨，啊！不过你即摆在江老师身上嘛无路用，江老师已经死啊！你安尼做，伊一点感觉拢无，只会损害你的福报尔。你安尼做是虾米苦？小雨，你应该想了解爸爸。这四十年来，我忍受偌济委屈甲无聊，我所有心中拢吐了巴肚来，我就是为着要替人家报仇。其实我无想一切，牺牲咱爸仔囝感情。结果，这从头到尾全部拢是江德兴伊的设计陷害。我一开始我根本就找唔到人报仇，我是拍哪哟？我无当来，我袂甘愿。爸爸，爸，即马什么苦劝哦，拢听袂入去啦。只有先让伊出一口气啊，伊才有法度冷静落来。你，哎爸，你看，我已经替你哦，把这个代表江德兴的纸人啊，去做伊跪落来认错的模样啊，安尼是不是亲像啊，第一向咱陈家的人赔罪啊？无唔对，江道生伊确实爱三跪九叩，当然即个我予伊设计陷害甲欺善夺票的人，磕头谢罪才对。伊在世的时阵啊，敢做出逆天改命恶毒的咒诅，甲恁阿公话话逼上绝路，把咱陈家子孙受尽拖磨。今仔日我着要予伊连死了嘛无得安稳。陈家会不甲农家散体，帮派破产，阮老爸用逼到走投无路，甚至我头一个囡仔无法度保掉，全部拢江道成伊造成的。你即摆是咧胡白讲啥？当年是因为你放杀丽萍诶，带菜下入门，丽萍才会是我俩贪官，拿波头去担任恁陈家祖母边啊迄丛风水树，我拢亲目睭看到诶。你是安怎要牵在阮永白家去？是啊，我还阁会记阮老爸啊，陈金龙也找阮翁去看恁厝的风水。伊回来嘛有甲我讲，恁陈家咧家族无，迄地基拢完全拢袂通啊，袂输甲一块死水同款。啊嘛，阁讲恁厝的龙气嘛已经走位啊，走对别位去啊呢。听讲这件代志是朱信雄的查某囝做的。你哪会牵拖到阮翁家来嘞？你若是讲，敢是真无道理？恁是捌啥话啦？朱丽萍只是表面上的原因，实际上，江道成才是真正幕后的凶手。免讲我一废话，先别开。我若不带你，你有啥物代志，我嘛要负责。我唔准你叫阮阿公安宁，跟住上。这个 TK 啊，是阮爸张爹，阮陈家祖厝遐有一张青丘下脚挖到的，内底有代表阮阿公阿妈，还佮有阮爸，佮分菜啊四个草人，底下还佮搭乌夫的家刀佮钉啊，这根本就是针对阮陈家来，规个陈家无人会当闪袂过。
第一个囡仔保袂掉，不是因为我失职无照顾好，是我遐还未出世的囡仔嘛受到纠缠，才害伊连出生在这个世间的机会都，原来是安尼。根据李平安的讲法，当年甘道生所报的咒法，除了要除我阿公的性命以外，阁破坏阮陈家财库，等于是要阮陈家家破人亡，要阮陈家后代子孙，就算我嘞，我参与我咧地下共款，永远无好买。就因为这咒才受过恶道，阮爸才这样掠过。这咒才听起来是真恶毒啦，遐唔过吼，嘛无人证明。是我用白做，啥个不是呀？我替伊强辩，第一当讲的话你袂记啊哟？江德成是专门咧破坏人风水，然后咧起家己的大运，这种的手法叫朱丽萍因老爸看破下手，正就阮阿爸甲第一当，去甲伊赶出阮庄仔头。后来伊甲这条鸟屎仔弯，算到阮阿爸身上，再利用我甲朱丽萍这件代志。超过设局，而且佫专工走去朱姓乡替阮陈家祖坟边仔种一丛风水树下底，来一挂恶毒的风水咒法。凭阮家己后尾想的啦，相公拢是我讲唔对，事实拢藏在恁的眼前啊，恁佫想要硬哦？江道生做出这种害阮陈家教阮帮派农家煞提失德代，阮爸干那是安尼做尔，已经受过便宜啊啦。那老板影响不稳，就算我阿公啊，蔡助理啊，对你家己报王亚杰作为伤天害理的垃圾袋，敢讲嘛是我阿公的定？你家己粗残无人性，拢会来怪我别人哦。我变个这样凄惨落面，拢是你害的，我拢未找你算账，你啊，你搞啥？啊，你搞过来！杨教练，为着我今日无甲江德成物业房内面呕出来，我是嘛去考问，我帮助小张。你跟我阿母拢在一起，你一定要受到报应的。我是要惊啥报应啊？江道成啊，对阮陈家做出这样卑鄙恶毒的纠缠，阮陈家害到家破人亡，我的人生嘛赶快受到伊的纠缠，难堪绝顶，生不如死，我唔知死几遍啊！我即马惊啥？讲报应哦！我即马直接给江道成报应。你赶紧解吧！这个纠缠哦，拢是让恁尴尬啦！大家人，我会当谅解你这摆心情无甲你计较哦，啊，不过你若继续想要乌央白目。哪咧？我甲你保证，我绝对袂这么简单放你耍。祸害人的梦吼，那是犯法的。你家己哦，上好想清楚。我敢做，我都唔惊罪罚。啊，你若要告，就你告。啊！拜托你，较冷静的，破坏别人的梦，先负刑责的。你无啥把这赌。陈明宇，你是不是我的囝？你到底徛对边？爸。我等于徛在这边，所以我考考你，别这么冲动。陈明宇啊，你若真正为了爸好，你就应该替爸去找江家的人算账，唔才对。那不是因为江道生啊，避鬼避怪，害咱陈家变到这样凄惨落去。阿公，你嘛别想袂开，死目唔冤家，倒伫爸的面头前啊。陈东俊，小雨只是考坑，但忠诚莫做戆代志啦，兄。你爸想要趁这个机会，使让因爸仔囝感情。我哪有啦？我这个不甘哦，阮爸这几年来所受的委屈尔尔啦。
你较冷静的好不？上无，你嘛为文瑶收咧，你要继续乱咯，伊爱跟阿官小只行落去啦。老夫人，你莫安尼借题发挥哦，是要轻乐阮小姨。你若真正像你遐看重阮小弟啊，那安尼你就应该先驾驶你的勇士还有恁孙。我安尼开袂着讲哦，要过阮爸过到死。阮陈家的人嘛无遮尔软弱，会由在乎恁江家的人求到死啊！出去，叫阮两句啊！我现在就回到。我最后警告，让阿闪开。阿那无，难怪我要手下留情。夏威夷，你也在来避开你阿妹，是我。爸，这世界上我最清楚，你吃我一口，我只要关心一口，行一马，我真就不甘你。我以前我没听到听到你的做梦，我听到你电话讲的名，你阿公讲，因为要搬落去，你难考，那阿公讲，你会打拼，你会振作，你会想办法，我有人当阿公伊，爸，其实。你已有做阿狗啊！你无阿公闹亏，我小家哥天天你袂怪你。妈，妈，我拜托你，你放过你家己好无？狗都是已经死啊！你莫讲纠结过去的代志，阿那无，你免说影响你未来人生，阿公。那表哥，阿哥就在那边玩些玩摸，干嘛你要买地啊？陈忠贤，你着听小雨的话啦。你家己的后生绝对袂害你的，你若继续乱落去，小雨嘛会受着牵连啦。而且，伊搁还跟在你的背后替你收尾。我跟阮囝咧讲话，你大兵插什么嘴？张经理，今日这代志，就到这准了煞。啊，你若要告做，你去告。所以较歹运啊，幸亏你是江道成的养子，我心头是较怨气，无找你讨要找谁讨？这要交江家的人去收尾处理。行，请你别跟爸计较，卡叔什么时候赔偿的？阿伯，再麻烦你跟他联络。你跟爹、恁爸阿爸给顾掉，千万别讲伊乱来啊！其他的代志啊，咱就搁讨论啦。安尼就放陈阿胜耍，咱不是做民主的，哈、啊！你莫阁讲啊啦，恁爸爸会做代志哦，不管着地的啦，你莫再插嘴啦。夫人啊，我去哦，就恁永平帮哦，甲恢复较要紧。陈永进，那不是因为我今麦冤气去伤着啊，我一定让你知影。你回家为梦，要告一声。